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私信老师即可。说到这个，可能很多人给出不同意见了。西方国家的女人全部都是眼睛凹陷的，难道她们都是命硬的女人？其实这个就是地域差异了，这个只针对东方面孔。眼睛凹陷的女人多是婚姻不好的表现，这样人女人工于心计，做事比较干脆，缺少女人的柔情，谁也不想娶一个做事比自己都要干练的媳妇吧。所以这类女人婚后大多不顺，有克夫之意，二婚的比较多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